大家好，我是七叔，每天分享最新互联网干货。这一期呢，给大家带来的是电脑重装系统的项目。具体的课程呢，我会在视频的最后给大家分享出来。我们按照课程用心去学习的话，每天赚个300-400块钱还是很轻松的。相信很多朋友呢，一听到电脑重装系统这个项目呢，觉得很 low。但是呢，往往就是大多数觉得比较 low 看不上眼的项目呢，我们如果去做的话，反而能很快并且很理想的拿到结果。很多人呢从事风口项目，比如说网红跟风的项目，在没有技术和知识储备的情况下，你是很难拿到结果的。所以说我很建议大家去做那种小而美的项目，比如说那种很老的项目，但是很简单，大家都看不上。你如果做的话，相信你很快的就能拿到结果。课程里面呢，包括这个项目的核心、电脑重装的技术，以及我们账号打造、引流、养号的整个课程。这个课程呢，也是我花200多块钱买来的，这边只分享给我的粉丝朋友们，因为我呢这边比较忙，所以说只限前30名。那怎么领取呢？3连后评论666，我会分享给你。